卖个礼物。他呢来参观过之后呢，往回走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这个东西，很像美第奇那种那个相机的拍子。这下去还有还能下去吗？20公尺啊，他说80几公尺。不会啊，就到了。好因为那个洞口被封住了。然后从台风机进去，外面看到、哦、有一个花圃，它有人在那边，所以这整个是出去可能就是公园了、啊。对，他说是公园、啊。公园。那大家抽风机开出去，应该是个公园，有很多花，花圃。对。就到底啦，走下去十几公尺就到了。走完了，走完，走完，走完啦。到了，到了。对啊，就到了。好，就走到这边。哎、欸，你以前当兵的时候没来过？没有啦，我们怎么给我们看这个东西？那以前将军怎么可以不来的呢？哎，你那时候当将军怎么没来的？看这个公园的嘛，哎呀。因为我看到你看不出去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很亮的灯。刚才说是一个公园啊。对啊，关键是一个那个山，对不对？对。反正有点热带公园。来来来，我们在这边拍一张，热带雨林，对不对？下次我们这边拍。